8月19号、9月3月20号哦。其实呢，在我们很多这个北港人的我们的心中呢，这两天都是非常特别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日子，因为这是咱的北港妈祖一年一度，咱的圣诞哦料定的大日子。那么呢，其实呢，在过去咱的北港哦，我们会一直当那种两届的这个爷妈作为庆典。那么呢，在我们近年来呢，我们集中为3月19嘛，是咱的农历三月十九要到仪仗吼，来进行咱这个上届大的庆典，嘛是咱的北港爷妈祖。那么我们这个古老的传统呢，这个仪式当中哦，在每一年的庆典都有形形色色的传统阵头。那么大家现在所看到的，就是咱这个北港朝天宫，咱的风雅将军炸灯、假炮的仪式。